使用小妲己语音系统，主人。是否需要立刻导航回家？不需要，我跟朋友约好了去喝酒。这么晚了，您还要去玩吗？主人，妲己有责任提醒您，为了买车，您还欠银行183233.79元。哎，最好节约点，别浪费。我说你能不能不要那么精确？我觉得这样挺好的。您现在还欠银行20万元。哎，够了够了，你跟我们找个吃饭的地方就行了，好吧？妲己一共找到附近182家餐厅，其中有50家餐厅的消费水平超出您的预期。哎，够了够了，去老地方啊！路径规划成功，导航开始，距离老地方酒店3.7公里。哎，预计开车时间30分钟。哎哎哎，不是这个老地方。叮叮叮叮，发现一个安全隐患，您收到一封来自女友的涉嫌威胁消息。听着，你今晚再超过2点回家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是否需要拨打报警电话求助？不需要。我错。怎么？怎么可以？为了您的安全，妲己已帮您自动刹车。为什么你刚刚不说啊？妲己刚刚说过了。你刚刚怎么说的？我问你了吗？你说了吗？主人，要加油哦！要加油哦！主人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你帮我，你能帮我啥？你能帮我女朋友上不了钻石啊？主人，妲己已成功为你解决问题。他跟我女朋友打了10多个电话。啊！被玩坏了。零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